最近突然传来他的婚讯，新娘却不是我。你是谁啊？子明他昨天生病了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留在家？他差点发生意外，我这个外人比你还清楚，你不配当他的未婚妻。小玉，千万不要误会。原创强档《花式告白十分》，每逢星期五及日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美食治愈人心播出。